如果声音有记忆的话，那这会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。我喜欢你，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拉开天窗，沐浴阳光，仿佛你在身旁，在屋顶读着诗，胡思乱想，好想把所有委屈对你讲，这样不会受伤。现实在说谎，我依然守护。马上就到了，别着急啊！啊，注意脚下啊！抬，哎，右脚，准备睁眼了，三、二、一。这都是你准备的，还有。接下来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表演。之前有一个女孩，她叫做露西，她特别热爱配音，即使她失败了很多次，她还是会很努力很阳光的向前冲。终于有一天，她遇到了自己的偶像麦大。她对麦大说，麦大麦大，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怎么突然间就隐退了？啊，还有传说你出事了，但我一直坚信你好好的，你看这不是挺好的？我想把你给杀了。不可能。露西对他说，就算是不能，我也要每天都围在你身边，烦我也要烦死你。就这样，麦大不胜其烦，终于收他做了南瓜派的第一个徒弟。等一下，你这个剧本有问题，于露西可不是凡人精。好，那就是粘人精。在麦大的悉心指导之下，露西也从一个配音小白变成了露西大。每当麦大不开心的时候，他总是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去安慰他。你陪我同甘，我也陪你共苦。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也会是第一个出现在他身边帮他想到解决办法。于露西就像是麦大身边的一个小太阳，每天都会去温暖他，去安慰他。麦子有了阳光就可以茁壮地成长。麦大想对露西说，是你让他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但是麦大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他叫做林南。现在该换林南来走进你了。这个叫做生门戒指，我所有想说的话都在这里面。如果声音是有记忆的话，
那这个就是未来最美好的回忆。那你想说的话是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怎么和好了还用软件打电话给我？喂，985，睡了吗？还没，李先生。我也睡不着，陪我聊一会儿吧。好啊，你说吧，我听着。其实我现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一切归零，重新开始。只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这种坚持到底是不是对的。我觉得现在这个选择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困惑还有迷茫。谢谢你啊，能跟我说这些，我希望你能够勇敢一些，去追求自己所爱的东西。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真的吗？加油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，要记住勇敢。谢谢你啊，这个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哎，您说。哎，林先生，您那个房子卖了以后啊，您看上那些想租的房子都没有合适的，这几天您得自己想些办法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这也太奇怪了吧。奇怪吗？我觉得特别好看啊，不就差一样东西。这个带上，对，两只手。哦，哎呦，这号怎么这么合适啊？姐不姐？还行。漂亮，这围裙跟这衣服搭起来绝了，差一样东西啊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右手，我的妈，这配色简直完美。哎，还差一个东西。这个拿上，温柔贤惠，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拖地啊，咱们居家的一天从拖地开始。哎，不是，娜娜，你要是这么往前拖的话，你前面拖过的这个地，你两只脚走过去是不是就又踩着了？嗯。所以说，拖，对，从这儿。哎，对，对对，就这么顺着来啊！哎呦，娜娜，要不我说你就是，就一个缺点，你知道吗？太聪明了。你说你这么聪明，以后还能用着我吗？我真的我都害怕，早晚有一天你把我给甩了。知道就行。对对对，就这么顺着来啊！往那边拖，往那边都拖。哎。不过上手快归上手快啊，你这干活得细致。你看那个瓷砖缝没有？嗯，那特别容易藏灰，那得多拖一拖啊。嗯。
哎，你看，你这个拖布是不是快干了？干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你得到那边沾点水啊。好。你是不是没干过活啊？你别得寸进尺啊！你怎么还生气了呢？我这不给你做个示范吗？你看，这手套都按我号买的，戴上多合适。你啊，以后就按我使唤你的方法使唤我，听见没？托我拿点水去。哎，谁啊？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哟，干活呢。啊！嚯，你也在？啊。一起干活呢。我刚拖的地。你这么晚带这么多行李，被于露西甩了？说什么呢？我这不是搬家了吗？你搬哪儿去了？那个。我把我那房子给卖了啊！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正式搬过来住。你卖房子干嘛呀？这不是为了重新开始创业吗？不是，创业好啊，创业对，但你创业住我们家不太合适吧？啊，你这不有两个房间吗？我都想好了，我住那客房挺好的。那不，我们家这隔音不太好，你就体谅我一下，我还是年轻气盛。走，备好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可以住爸妈家呀，二老多想你啊。哎呦，那个，你师父跟师母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万一让他们知道了我把这房子给卖了，着急忙活的，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。别，你这逻辑不对啊。你看，你有女朋友对吧？嗯，住于露西家呀。嗯。这不是我们刚和好，我不好意思住他家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俩继续干就行，不用管我，把我当成空气。哎，家里有水吗？倒水去。你身上招跳蚤了？志然，你们家 WiFi 密码是多少啊？1748，1748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好，我连一下试试啊。连上了，那个。你们俩继续，我戴着耳塞呢。哎，你赶紧睡你的吧。好嘞，睡了啊，晚安。哎，你不是戴着耳塞呢吗？啊，我戴着呢。没看到吗？于露西不在，我不是于露西，别拍了，我谢谢你们。我上个咖啡，劳驾你们给我让个路好不好？你们随便拍。姐，你怎么还敢来？有点数好不好？不是，今天客人怎么这么多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吗？我说啊，你现在虽然不是什么 idol， 但也算是个网红了，是不是？有点职业素养好不好？别再这么亲民了，你看我路都被他们堵死了。在哪儿啊？在外面呢。一会儿我到你兼职咖啡店找你一趟啊。你别来，你千万别来啊！别来，你千万别来。什么别来啊？哎，赶紧把林丹给我弄走啊！吃饱了吗？饱了。哎，喝一个。
其实今天吧，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。这事儿在饭桌上说不合适。来来来，什么事儿？怎么是你？哎，别骂。我其实想和你，咱们俩兄弟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我不能看你这样堕落下去。嗯？什么叫堕落？本着兄弟之间负责任的原则，我觉得呀，你依靠别人是承受不了的。什么意思？有承受不承受的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再见。哎，不是 ，yes， 这就是什么意思啊？东西我给你收拾好了，你注意看一下。哎，拖鞋还没给你呢。哎，那玩意儿就送给你了，路上慢点啊。好你个臭小子啊！终于给送走。事情的情况就是这样。你居然把房子卖了，居然还没告诉我。我这不是要创业开新公司吗？现在房子也卖了，我也不去北京了，留下来好好的陪你。不过房子卖了，现在我是没有地方去住了。那你可以住我家，但鉴于你有之前把房子一声不吭就卖了的不良前科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约法三章一下。你放心，你们家房子我肯定不会卖。你能不能严肃点？行，你说，我听着。你看啊，咱们俩呢，现在在业务上是有一定差距的。我是业内的露西大大，而你新公司还没有成立，可以说啥也不是。其实吧，也没你说的这么落魄。我还有下个项目，十亿长安。我不管啊，以后我要是出去谈业务，你得跟着我，给我当小助理。行，明白，露西大大。乖。那我有一个请求。什么请求？我的新公司，你来做合伙人。之前不是说不想跟我一起创业吗？怎么，我现在成为了露西大大，你就改变主意了？于露西，我是很认真的。我请你做我的合伙人。成交。成交。那以后我是你的合伙人，你是我的小林助理。怎么突然有一种师徒变主仆、寄人篱下的感觉啊？你本来就是寄人篱下。明天我有个很重要的活动，发挥你小助理作用的时候到了。行，那明天我陪你去。现在就要。现在。当当 ，surprise！ 又送我礼物。打开看看。这是什么？咱们接下来的主题啊，热情似火。黑的。啊。换好了吗？啊，我换好了。那出来吧，三、二、一。噔噔噔，怎么样，可爱吧？嗯，怎么样？可爱。这个可爱，走。可不可爱？可不可爱？这么着急、啊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怎么样，师徒套装升级为情侣套装？嗯，还不错。那接下来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也这么想的。来，噔噔，台上。嗯。拍你还是拍我啊？你看那儿。
为了你啊，我可是把我满墙的收藏的关于麦达的东西都送给丽丽了。哦，那我之后帮你补上。你用什么补？用你的作品啊。我不要。那你抢什么？我们的照片。我们每一天拍一张，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让那个照片墙上挂满我们俩的照片。好主意，来。不过这第一张要怎么拍啊？嗯，第一张照片必须非常有纪念意义才行。你打个样。来，这个来不了。怎么来不了？那你来一个。这样，我们一起比个耶，好不好？我不用比耶，比耶太普通。来嘛，试试嘛，万一要是好看呢？来。准备了啊！嗯，三、二、一。早就说了，让你先洗你不听，让你先洗不听。谁知道你洗澡这么慢，把热水都用光了，我是用冷水洗的。行，没关系，我来帮你暖床。怎么，脸上也开始冷了？你这样，我怎么放进去啊？你要干嘛？帮你暖床啊。怎么还害羞上了？你以为是什么？明天啊，我们去装修工作室。今天被他爸甩了。晚安。搞定了，嗯，来看看十亿长安的效果图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不怎么样。这场戏是女主角对男主角吐露内心伤感情绪的一场戏，你不觉得周围的环境显得太欢闹了点吗？就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很明亮，来衬托出他们的悲伤，你不这么觉得吗？挺好的嘛。我觉得人物感觉不太对啊。哎，干什么去啊？这个怎么样？这我嫁到这里来，已是个异类，走到这一步，所有的牺牲都为了大局。如果连我的夫君也不待见我，那我以后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不。等一下。嗯。首先不好，
这个有点浮夸了。那你来一个。算了，继续。你自己不也这样，还说我？你现在我们来演一下，我呢是公主，你是自王。当公主在眺望之时，自王就要主动伸出手，拥抱、挽留她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？嗯，还好。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亲亲了？有道理啊。我回来了，爸。3、2、1，噔噔噔，怎么样，可爱吗？怎么样？可爱。你这么出场不行，转出去，再来一次。出场不行。我可爱吗？怪尴尬的，哎，改回去吧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哦。好。我可爱吗？可爱。再见。这个好，再来。好，哥哥，这可爱，走。啊，你不是喜欢发朋友圈吗？别挡脸。笑一个，把屁股撅起来，快转个圈跳一跳，学兔子，快跳，别跳别说，错了吗？油还买吗？不买不买，再不买了。行吧，退下吧，换了。谢谢王奶奶。刻贴近时刻，我的心跳动起来，指尖触碰你的轮廓，从没想过这个结果，我不期而遇的相遇，原来命运很早就注定了你，无限循环这段回忆，每个故事都关于你，你像梦境降临的爱，算来算风阴冷无法阻挡的，你的眼神指引着我，悄然无声聚恨炙热，算来算那风阴冷，那就决定了，请原谅我太过执着，只是爱你爱得太深刻。深刻
只是爱你